真正是啊，看到菩萨，大家真精进啊，师父呢，真正是真感恩哦。住这五十二年啊呢，咱看到真早期，迄天我伫新店一位十六号的委员，他已经是九十岁，伊即当阵也阁是吼。一直住这人啦，终身住这人。看伊迄天嘛是安穿甲真溜俩来看师傅啊，这都是这精神的法脉啦，也阁是伫咧吼。所以咱大家人拢唔通认老吼，生命的价值啦，咱爱顾。师傅是安尼一直甲老菩萨鼓励啦，咱。这个法脉慧命啦，咱大家人爱发挥过去。祖亲的委员是安怎甲咱鼓励出来？咱即马嘛都爱吼发挥迄个精神，咱也都爱。咱即马也是真祖亲吗？咱也是祖亲的委员，咱要安怎呢？甲咱的祖籍的精神力量，搁延续落去。现在社会的年轻人，咱嘛爱甲考入来啊，唔是干呐，互伊做会员尔尔，咱要搁甲考入来，希望伊原来会当来接受见识培训。恁伫过去啦，开始接触到师傅，开始发心伫咧做，年龄敢毋是甲因差不多呢？拢差不多是中年开始。三十多岁就开始啊，所以咱即马开始，咱真正的就是爱传承。讲的传承哦，唔是讲哦，阿师父一直叫阮传承啊，就是拢有少年的啊，阮都唔免做啊，唔是呢，是咱爱亲像过去台北四十多年啊嘛，去当阵接触到组织，去当阵呢会认真。去当阵的投入啊，是安怎去殷勤把你招出来？迄个时阵的证明，迄个时阵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伊是安怎招？是安怎陪伴？安尼呢，一言一言地咧传出来，这都是我们人人呐、啊，即马师父过去的四十五年的时间哦，师父差不多是。为众生在了付出，四十五年后呢，师父开始感觉我爱为佛教，我就爱讲《法华经》，现在一部的《法华经》才多讲一半尔点，二十八品呢，现在才完成十四品哦，吼，所以我还是爱搁再继续，咱现在在了为法。说话的人是用什么心得将如是五闻讲到如是五说吼，将佛陀所讲的一直听了解了解佛陀的时代迄、那个背景，还要把迄个时代的背景转换过咱现在的时代。菩萨唔是伫经本的内底，菩萨伫社会，即回师父来。也是听到咱的菩萨的心声，真精进的道场啦，是投入人群去，伫人间，人间有苦难，菩萨所言言苦众生，菩萨是真精进者，就是入人群中去拔除众生的苦难，所以我爱大家人读一本《无量义经》，对《无量义经》啦。安怎修行？安怎立灵魂？要安怎样？把咱一心、一心这个典范，安尼呢来度众生，这内底拢有啊、哦。所以，伫说法品都完全呢，要教咱安怎讲法，要安怎样，把这个法会当传到人间去。这都是咱自在的精神，拢伫内底。师父只是呢，把迄个佛陀伫咧传《这部经》的心啦，佛的本怀，
要来细说讲，佛陀唔是关心伫迄个时阵，伊所关心是迄个时代的未来，五浊恶世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安尼啊，众生浊啊、见浊啊、烦恼浊啊、明浊、劫浊，现在就是劫浊，所以众生呢烦恼重重。人人都有人人的成见，人人呢都爱自我警惕，生命的安危很无常，所以我们呢，在这种无常的人间呐，我们要安怎来应用咱的生命的价值？这就是咱爱做的。所以师父逐天伫咧讲，莫非呢，就是要和大家人了解经典的意义，它就是爱为咱发挥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。所以来人间一转啦，要安怎报父母恩？咱的身躯既然是父精母血啦，咱要为父母讲，父母有功德，是乎咱的身躯，咱的身躯会当去为众生去付出。这就是父母请用咱的功德回馈，啊，咱安尼做嘛，期待咱的囝吼，我那看会到，囝我那学咱安尼做，所以我才讲吼，养老院不是伫集中伫一个养老的地方，其实爱互囝看咱的风范，吼，看咱以身作则，咱少年是安怎做过来？现在有年龄，虽然啦，这事业退休啦，搁做一项呢，比干那顾家己的事业搁较大的，那就是顾天下、顾大众的这份爱，互囝看，互囝知影讲吼，我为什么要安尼做？这个爱呢，我那传互囝，互囝我那会当了解父母呢，看看讲吼。这美已酿成灾难，你看咱的付出，付出的迄个过程呢，真的很辛苦。看讲吼，咱行伫路林呐，会当和路的人讲吼，你是不是主祭人？我只想要抱抱你，要跟你们说一句感恩哦，感谢你哦，真的。在路人在走，他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，只是要问你是不是主祭人，还是主祭人，我真想要抱抱抱你们，这就是表示、哦、他很感动，而且呢，真是想要向你们说一个感恩。我们大家都叫做慈济人，这其实呢，不是对什么人说的，是对所有主祭人说的，这都是表示我们的生命有价值。当迄个伫咧向主祭人讲，我可不可以抱抱你？只想要跟你们说谢谢，抱抱你。我家己就一个感受讲，哇，像在抱抱我一样啊，像在对我说感谢一样啊。这因为呢，大家慈济人，我也是慈济人之一啊。我们的大生命总是共同的，总共一句呢，真感恩呐、啊！因为主祭人拢总是一片的心甲爱付出。较早师父在叮咛讲，恁爱安怎做安怎做，即马安怎做拢唔免讲，只干那叮咛讲，大家人保平安，大家人平安就好哦。这就是爱精神。嘛，真感恩呐、啊！看到恁安尼吼，伫咧华清关怀啦，好贴心哦。老人咱爱顾啦，好祖亲咱一定爱关怀。少年的呢，咱一定呢爱靠过去祖亲的菩萨安怎甲咱接引。咱现在嘛是祖亲嘛，哇，咱爱接引其他少年人，安尼会当了解无？好啊，真感恩啦、啊！
总是呢，大家都在咧感动、感恩中啊，因为有这么多人的付出，所以不说感恩也真困难。感恩啊，大家用爱的付出，师父只有会说的是感恩呐、啊。但是呢，人人都要平安哦，人人呢都要顾好自己的身与心，哈、哦。心心拢爱顾好好吼，这才是师父呢上重要的吼。真正爱师父啦，那好师父无操心啦，就是大家人平安健康，心唔通多心登去吼，这就是好师父无操心。感恩大家，祝福你。